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这款游戏就是老爹等了好久好久的游戏了。那么，我们先升到 VIP 十一，就是这么狂。好，可以买这个朽木白哉的碎片，我买。早上出到现在，老爹已经 VIP 十一了。那么，记得看老爹今天晚上7:30的直播，我会升到多高，我也不知道。理论上，老爹狂起来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好嘞，角色目前老爹有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 SSR 了。那么现在，老爹还要再来抽哦。招募，好，免费抽换一下。各位观众，很多人都说这个手抽要抽这一只，这个镍碱力哦，手抽抽这一只哦，或者是这一只都有人推荐，还有应该就这两只为主哦，他这两只哦都没有，没关系。我已经打算刻到 VIP 最满了，我打算刻到 VIP 最满了，所以我们就来抽了，没问题。有没有？我这个斩月，好，抽到我们的石田雨龙，挂把剑来，没问题。我们再来，聂简历是抽到碎片的、欸。不是抽到一整只哎，讨厌。那么这个游戏抽到整只角色是 SSR， 那么 UR 哦，这个斩月 UR 哦，要慢慢抽碎片出来哦。我们继续，反正我迟早会有啊，不紧张。好，卧龙铁哉，没问题。SSR 四星的，我又多一张 SSR 了。但是还没有抽到我要的，但是有20个斩月碎片，太好了！我们继续，给我，又20片斩月碎片了。SR 的我不要啊，在老爹的眼中，只有 SSR。我们继续，我觉得我 UR 快出来了。大前天蝎千代，你干嘛？你是要拜拜是吗？啊，再来！我的 UR 快要出来了。三田花太郎 ，Mountain Rice Flower 太郎，没问题，跟老爹学英文。就是这么狂，出生桃，我斩月在22片就有了、欸。好，我们继续，在22片有没有？半路一脚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啦？我不要 SR 的一脚啊！一角、两角、三角形、四角、五角、六角半、七角、八角，手叉腰，你没有叉腰啊！好的，再来，斩月碎片差20片，靠腰，按错了，等一下，累积奖励。然后，好嘞，给我，有没有？我是战斗的中间。辅助十四郎，没问题，这次也不错，这次听说也蛮强的。命を守るための戦いと誇りを。那么现在老爹有1、2、3、4、5，5只 SSR。配上我们的主角哦，
应该够了，再加上我还有一只，我再还有一只，在未来会有一只 UR 的、哦，哇，不够碎片，星脉三星解锁，没问题。我要先升星还是先升这个星脉啊？先不要乱动好了，等一下用坏了。我解锁，我再解锁，我解锁不完，没问题。这解锁不用钱欸，好啦 SSR 应该都用好了、哦、SSR 目前老爹最强的 SSR 就是这一只哦，然后要升星的话还要200个碎片，好，我们第二阶段见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老爹觉得抽的还不过瘾哦，我们再买，老爹是真心想要继续玩的，你们看我这样除就知道了，没问题。VIP 十二啦，我的好，没问题。这样我得到这个波动の九十蓝染嘞 ，UR 嘞，我买。最初から誰も天に好帅气啊，蓝染到手，僕も就是这么狂。然后各位记得啊，晚上啊七点半啊，记得哦，看老爹直播，可能可以上 VIP 十五吧。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最高才十五啊，好像不够用哎、欸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来招募啊，还有四次十连抽。赖，不是啊，人家推荐的手抽给我一张啊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又乌鱼，又下雨了。不是啊，我要那一只灭茧力啊！那得怨霊丸，却部长次郎。戦士な命乞いをするものじゃないよ。怎么听起来像林良吉贺啊？我们继续，有没有？好，老爹，斩月也到手了。その花の咲く瞬間、两只幽娃直接到手，君の最後だ。就是这么狂。我们再来，石田雨龙有没有啊？我的斩月已经出来了、欸，我还是抽不到人家说的推荐的那两只哎。最后一次了，给不给？又是雨龙，雨龙哥啊，你不要再来了，雨龙啊！羽绒外套的羽绒啊，你不要再来了，好吗？现在天气很热啊，羽绒啊。好，还是没有，没关系哦，反正我两张 UR 的。角色。斩月，各位观众见过没有啊 ？UR 角，来人森林，就是这么狂。启用所有。こうして真の正体。攻击加十五拍。我々は戦いの中に身を置く限り、常に。我怎么启用的？見極め続けなければな。敵波動の。还有蓝染呢？蓝染怎么不能启用啊？黒棺。好，这个老爹再研究一下哦，再研究一下哦。但是两只 UR 角老爹都到手了。那么，来再为各位看一下老爹的竞技场哦。晚上老爹想要拼个前十名啊，不是这个，竞技场挑战，因为老爹两只 UR 的还没练好哦，我们先用这六只啊，够打了，让各位见识一下，老爹到底有多狂妄。
都没有看到啊！好，我们的白战开了一个大招，没问题，怒气攻击，天龙步8200。好，对方的吃鸡补了血，现在来到六打六的局面，他也有蓝染哦。哦，他没有蓝染。应该不会输吧，各位观众啊！我阵容这么豪华哎、欸！好，我们的白斋，好帅气啊！四万六的伤害有没有看到啊？好，我们的鱼龙，哒1594，没问题。8662，不愧是我们的死神。一呼。羽龙丢了一下，对面的白斋飞了出去。看来是轻轻松松啊，各位观众啊。他的白斋才打16000，不过他的羽龙还蛮强的，羽龙外套还蛮强的。可是好像还是我的白斋比较强哎、欸。靠腰怎么剩3打5啦？啊？怎么剩下2打5啦？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怎么那么强啊？白斋1打5，白斋1打5，白斋1打5啊！你是我最强的角色啊！靠腰，一个打4个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我老爹就是这么强悍哦！好了，晚上老爹会把那2只鱼娃练好哦。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，拜拜。